帅气的表现啊。鲍三娘，鲍凯之女，面容姣好，武艺出众。偶然遇到从荆州逃亡的关索后，对她产生了兴趣，然后就一路追随关索来到了益州。真是的，我找得好辛苦啊，没想到你在这么远的地方。你是在逃离樊城的路上遇到的？没错没错，好久不见啊，你能记得我，我太开心了。我一直无法忘记关索你，所以就跟来了。因为你不仅帅气而且优雅，最重要的是十分厉害，我们的相遇一定是命中注定吧。今后我要一直跟着关索。真是太好了，你就像太阳一般开朗，而且十分坚强。如果有你的陪伴。有我的陪伴，战斗也一定会向有利的方向发展。对蜀国而言，你就是强有力的盟友吧。蜀国怎么和我想的不太一样？不过无所谓啦，总之我们可以在一起了，那么今后就拜托了，关索。哎，来人呢？是，我要去消灭吴国那些家伙，明早出兵，让全军赶快准备。有谁动作慢了，我要逐个处罚。明早，您可不可以再宽限一些时日？不行，这可是二哥的复仇之战，我一定要冲在最前头。可是这……我现在要去参加出兵之前的宴会。宴会结束之前必须完成准备，不然的话我连你一起收拾。明天就是二哥的复仇之战，都给我好好的养精蓄锐。Yeah!
德，一定会为你们报仇雪恨。我要进军夷陵，亲手斩杀孙权。无双豪杰，别无辜。
人的阵脚，瓦解其斗志。就让我们来负责防御吧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通过。吴军攻来了，大家立刻回去自己的岗位。除非是友军的退路，绝不能交给吴军。这就是我的作风，我可是认真的。调整操纵兵器的将领，我们要剔除威胁，尽快压制子规，一并解决。就是那种感觉，得了。